夏警官，这事跟小慧没有关系，我们只相信证据，带走。 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再不出去，我可报警了啊！跟你们说，北江市觉得，现在依法逮捕王柏林。王总他走了？走了？那人，报告，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啊！我一直在监控室盯着。王柏林怎么走的？啊，是这样，警察同志，您听我说啊，我今天过来呢，给王总送水，他让我和他把衣服换了，他还给了我1万块钱，让我在家等他。 其他事情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王柏林这个老狐狸，他一定早有准备啊。